厉害了我的哥。 拦住人家，他在干嘛？
Panamericano. 肉汤就是用狗肉炖成的汤。 在狗肉汤饭店，所有的狗肉汤都是当天的新鲜肉，一天一炖，没有老汤。这样做出来的狗肉汤叫清汤，要吃狗肉。明汤。今天啊，教一教你们哈士奇妙用。首先呢，先拿这个头在它身上摩擦摩擦摩擦，直到产生静电。然后呢，咱把这个头轻轻的摁到它的身上。哎，放下。看到没？厉害不？